些瓷器上的龙纹和中国传统宫廷御用瓷器上的图案没有什么不同，但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这些龙都缺少一般龙纹造型中扫帚形的尾部，这是清朝初年官窑中特有的品种。而这种龙也有一个特殊的名字，叫李龙王，在民间也被人们称作李老爷或者秃尾巴老李。2010年7月19日，农历六月初八，尽管已经进入盛夏，但在山东文登市的很多乡村，人们还是一大早就忙活起来。这天家家户户都要蒸饽饽。相传农历六月初八是李龙王的生日，在山东省的很多地方，尤其是在文登，人们相信这一天李龙王会回到家乡。那蒸饽饽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祈求龙王，您别常不下雨，俺这下雨；别常旱旱，那也不旱旱，那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那灵吗？灵，真灵。哎，每年下雨，在外面就开始下雨了。哎，这不看昨天的老龙王多少家？村民们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相传这里就是李龙王出生的地方。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，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，距今至少已经有8000年。那个时期的原始先民已经开始蓄养动物，种植谷物，也能够熟练地取火用火，开始磨制石器骨器，并且逐渐定居下来，从事生产活动。而这一切使人们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广泛，一些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自然天象，对那个时候的人类来说是无法解释的。龙作为一种崇拜现象，一种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，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。在距今约8000年的辽宁阜新茶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，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、形体最大的龙。这条龙全长近20米，宽近2米，由大小不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。此后在中国的历朝历代，龙的形象都在不断发展变化。在民间，龙代表着来自神界的力量，可以呼风唤雨；而在统治阶层，龙则代表着号令天下的君主，出现在帝王的殿宇之上，显示王家的威仪。而与这些龙的形象完全不同的是，文登的李龙王不但有生日，有老家，甚至还有一对农民夫妇是他的父母，完全是一副平民子弟的面貌。文登地处胶东半岛的东南部，三面环海，当年秦始皇东巡时曾来到此处。在文登的回龙山下有一个山东村，据说李龙王的父母就住在这里。龙王爷现在住在这个地方，龙骨龙府呢，他不是俺村的人，他在这个前面有个长阳城的打工，打工没上，居在这上来了以后啊，村老百姓可找什么地方居的，居老百姓就是这个房子，就这个房子。嗯嗯。现在是个，这个是原先的，后期这个都咱们改了。龙骨湖的龙府呢，日子过得挺贫的，村老百姓啊非常好，找什么地方居的。老百姓帮助他啊，度过困难的日子以后啊，他怀孕以后13个月，咱就在这里生的李龙王。
传说李龙的母亲是在河中洗衣服的时候饮用了河中之水而有孕，在农历六月初八的夜里生下一个肉状物，其父视为妖孽，遂将之抛于昌阳河中。谁知该物遇水后迅速膨胀绽开，瞬息化为一条黑龙。此后每天半夜李家都狂风大作，李母随之昏厥，李龙乘此时机吮吸母乳。不久其父察觉到异常，在李龙回来的时候点亮了油灯，发现一条黑龙围绕屋梁投入七怀哺乳，于是挥动镰刀砍断了龙尾，黑龙疼痛难忍，腾飞出屋，他的父亲也被刮起的大风所挟持，掉进了东海。李龙后来变成人形，得知父亲因自己而死，十分后悔，就回到家里与母亲相依为命。而这个生长在民间的龙王为什么姓李，却还有一个颇为复杂的演变过程。但是在历史上最早他并不姓李，而姓狗，后来到了乾隆时期他又改姓笔，到了道光时期才改姓李，这是与文字历史文化是有关系的。在近代呀，文登娶了一个大官叫高长乾，他这个冠绝正二品，这个在文登影响很大，所以李龙王传说兴起以后，这个学家呀还有官方就养李龙姓这个姓狗。到了乾隆时期，文登毕氏家族开始兴起，所以这一时期的文献中，文登的龙王就被称为毕龙王。但是在民间他已经姓李，因为文登是道教故乡，这个道教文化比较兴盛，文登的生命上都有老子墨雅写刻，说文登一名自古对老子非常崇敬，说李龙王传说兴起以后，所以呢民间就让他跟着老子姓李。民间传说民俗啊，这个影响是很难改变的，所以到了道光时期，官方的传说不得不向民间让步，就把它改称为李姓戚狗氏啊，这就和民间一起起来了。根据记载，在文登的很多地方，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有关于龙的传说，明代开始在折阳山等地就建有李龙王、李龙母的宫观庙宇，每当李龙的生日，人们都要到这些庙宇中烧香祈福。现在在一些老人的回忆中还能略知当年的盛况。在我生印的时间的时候，我父亲是晚年代子，说为了是苍明百岁，我五岁商庙拜师，拜敬炉为师，就是举旗，不在庙是举，就是习武过年三月初二要上庙啊，这个烧香啊，就拜佛。在这个沟一隙这上有龙母殿，是三殿大殿，建筑就是古代建筑的那种哈。这洞里面这就是李龙爷也是三殿啊，就是三殿大殿，中间是李龙爷，两面有凤心、雨心、雷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庙宇都已经不复存在，只有在折阳山的山顶上还保留有一座墓碑，据说最初李龙的母亲就葬在这里。清康熙53年，也就是公元1714年，李龙母的坟被迁到李龙出生的回龙山下。从那以后，每年农历三月初二龙母的生日和六月初八李龙王的生日，回龙山上都要举行盛大的山会。清道光28年，也就是公元1848年，道光皇帝根据文登知县欧文的奏请，御封李龙王普惠佑民四子，自此李龙王成为国家认定的祭祀对象。
按照习俗，李龙王的生日要蒸八个大饽饽，寓意四平八稳。这个李龙王大饽饽是新麦子蒸的，龙母那是还没新麦子。这个饽饽表示什么吗？是龙母和龙王给咱带来这个一瓢丰顺，这个粮食丰收。蒸个大饽饽以后啊，龙王和龙母看到了以后啊，太高兴，是咋没高兴？在古代，龙首先就是被当作思云布雨的神灵来崇拜的。现在人们普遍认为，龙是由多种动物的形体结合，并经过艺术的夸张和变异而成。但这些动物大都是与水有关，如鱼、鳄、泥、蛇等。某些与龙的起源有关的自然现象，如云、虹、闪电等，也与水或鱼有密切的联系。这样，龙很容易被远古的先民想象为一种下可潜于渊、上可腾于天、能影响川泽云雨的神兽。人们用各种方式祭祀龙，主要就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。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，水利是农耕文化的关键所在。龙因为可以呼风唤雨而主宰了农业丰收，决定着天下百姓的生计。由此，中国的皇帝才以真龙天子自居，显示自己对天下掌有生杀之大权。我们现在看，有的时候也有祷告不灵的时候，但是在老百姓这个信仰中，那些不灵的时候的事儿他就忘记，那什么时候他去祷告回来下雨的事儿，他就代代相传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件事儿。所以啊，这个龙是老百姓自己心目中的龙，是诱护老百姓安全的一条龙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科技的发展，大多数人对于天文气象都有了基本的了解。龙的祭祀仪式更多的是寄托着人们对于风调雨顺的渴望。不过在文登，六月初八李龙生日这一天，人们祭奠的不是李龙王，而是李龙的母亲。文登人民呢，自古非常的崇尚这个仁孝哈，所以他呢，这个就把这种文化这个寄托在了李龙王的身上了。说李龙王就是一个非常讲究仁孝的龙，对他妈是言听计从。所以谁一个能尊重李龙王他妈，那他对当地人就非常好。虽然李龙王他母亲死了，但是还有神灵在。李龙王一看到家乡人们这么尊重他妈，所以对家乡人们是格外的关照。所以呢，这个没有雨了，他给你下雨，所以使家呢能五谷丰登。几百年来，文登人就是怀着如此质朴的感情，把对于丰收的期盼和对于仁孝道德的宣扬，都集中在了李龙王的身上。在文登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，那就是在沿海的地区，妈祖庙、观音庙和龙王庙并存。为了保佑平安，渔民们对于神灵都很虔诚。每逢初一、十五和新船下海，家家户户也要蒸饽饽，也要到这些庙中去祈求平安。不过，在海边的龙王庙里供奉的却不是李龙王，而是东海龙王。在民间传说中，一般有四位海龙王，掌管东南西北四方之海。他们不但可以掌管海洋中的生灵，也可以呼风唤雨。那么，文登为什么又出现了一个李龙王呢？
在明末清初啊，这个地方特别艰苦。因为啊灾害频繁，皇帝老子啊，他也实际上也管不了我们，老百姓啊，这是求告无门呐、啊。那么谁来管他呢？他这个思想上没有依托，要找一个能够为他解决问题的精神支柱啊。李龙王出身贫苦，他却有这个非常超人的本领，能够呼风唤雨，也能够停止水灾和旱灾，能带来这个福祉，确实值得家家户户敬佩他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的先民们在面对变化无常的大自然的时候，都选择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灵来保佑自己。而现在，这种祭祀已经更多的演变成一种民俗活动。除了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八，老百姓要为李龙王庆祝生日外，农历三月初二，龙母的生日，对于文登人来说同样重要。一般会从三月初一开始，来自各地的善男信女、小商小贩都汇集到这里。实际上，农历的三月初二，大多数是在清明或者谷雨的前后。这个时候，北方的农村万物开始复苏，人们借着为龙母庆祝生日，一方面是希望在进入农忙季节前再狂欢一次，另一方面也再次表达了对于丰收的美好期盼。龙母的生日不超过五天，保证经常雨，不管雨大雨小。这个老辈子揣出来什么个，这是李龙王为了耍善，给他母亲把善耍一耍。因为这五天的时间呢，这个善上卫生不好，要耍善的话必须不管雨大雨小。因为啊赛车是春节，春节呢雨归于四右，它是小雨，小雨才下。可以说，在李龙的故乡，它是人们战胜自然灾害、追求安宁幸福的精神寄托。而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，李龙逐渐走出了文登的乡村，走出了山东，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。这些年，每到六月初八，山东村的村民都要组织一场演出来庆祝李龙王的生日。他们说，看完这场演出，李龙王就要回东北去了。据说，李龙长大后拜师学艺，后来就开始巡视四海。在文登郊外的昆鱼山里，伫立着一座李龙王的雕像。他面目凝重，手拿神器，似乎在注目着远方。周志坤是这里附近的村民，他常年在李龙王像的周围向往来的游客介绍李龙王的故事。传说当中呢，这个龙吧，他巡视九江，就发现东北俄罗斯地面有条河，那个河叫白角河，为首的呢就是个白龙，所以黑龙跟白角斗法，在斗三天三夜的时候啊，他没有打过他，叫人家打下来了，在地下。为什么说呢？他没有尾巴，因为他小时候的尾巴叫他父亲砍下了。这老百姓开始托梦了，说到白水上来往里塞沙子石头灰，黑水上来抛馍馍抛苹果，终于把他打败了。黑龙江咋来的？就是先有这个李龙爷李龙王，后有黑龙江。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，但是它却反映出李龙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影响，而这种影响正是随着山东人闯关东开始的。为什么闯关东兴起在明清之际？明末清初开始大量的兴起闯关东运动呢？这就不得不说起李龙王的传说。
关东有三宝，关东土地肥沃，关东人少，那块有林业盛产，而我们这块土地也瘠薄，而且还经常发生旱灾，所以呢这个为了起帆躲这个为了这个哈这个躲避这个灾荒，就是闯关东正重要根源，要有大海之给又闯不过啊。因为李龙王太虚中一龙银龙刮大风，他能让大风平静下来，与着豺狼虎豹，他能把豺狼虎豹驱赶走身，把它撕成碎片，说有李龙王的保护，老百姓大胆他大规模的闯关东。在闯关东的山东人心目中，李龙王与其他的龙王或者神灵完全不同，李龙王是生活在他们身边的龙，看得到他们生活的艰辛。因为天界的龙他求不懂，应高高在上，他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啊，他都听玉皇大帝的话，他往往他不听老百姓的话，那么老百姓怎么能弄一个龙听老百姓的话呢？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让一个哈农村妇女生了一个龙，并且随时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，说这个龙他就甚于民间，说民间很好求他。李龙王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心里的一个寄托，他既代表了家乡，也代表了仁义孝等齐鲁文化的传统，所以随着大量的山东人在东北地区逐渐扎根，李龙文化也成为东北地区代表性的文化现象，甚至影响到龙兴自东北地区的清朝统治阶级。这也正是在清朝初年的官窑瓷器中出现了李龙王形象的原因。为什么他与官立侯对这个李龙王文化还这么重视呢？因为各个民族都重视各个民族的文化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。这个应与官立侯，这个韩文化是个主角，但是应也想在文化上有点应的气象，于是呢，他就把这个李龙王的文化带来了。因为李龙王既是他文化，也是中国的文化，这样呢就有利于他们这个文化的教训，韩文化的教用和韩印的结合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所以李龙王的形象主要出现在清朝初年，尤其是康熙年间。而随着满汉文化的交融，被认为来自民间的李龙王的形象逐渐淡出了官窑，高高在上的真龙天子再次占据了宫廷中的每一个角落。但是在山东以及东北地区，李龙王依旧活跃在民间。2007年，文登艺术团排练演出了大型京剧《李龙也》，这出京剧中的李龙王依旧有着普通人的亲情与喜怒哀乐。李龙做事李龙当，纠缠我娘为那桩。从这部京剧中也可以看出，在人们心目中，李龙已不仅仅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龙王，而是除暴安良、保佑一方百姓平安的保护神。走！山的东面有家园呐，有家园呐。在夜幕中，山东村的演唱会开始了。尽管李龙传说诞生的那个年代已经远去，但在他的身上依旧寄托着人们对于风调雨顺、农业丰收的渴望，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一块神秘的石碑，乾隆皇帝三次在这块碑上题字。碧波千里的洪泽湖竟然不是一片天然湖泊，是我们国家古代的最大的人工湖泊。这片美丽的湖水究竟有多少秘密？请收看《玄湖之谜》。